你今天事儿是你惹的，我可以打死你几回了！你现在用枪打死我，以前的事儿都是你逼着我做的，跟唐爷没关系。你拿起枪把我打死，了却这场恩怨。人要有义有德，我今天来成全你，你把我打死。 让你出了这口气，解开你和唐爷之间的恩怨，平息这场争斗。拿来，大哥，你不许动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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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！
探长，这枪是我的，跟他没关系，我跟你们走。你？报告，车上没有任何枪支。王啸天，你是爷，我服了你了。李军，我们之间的仇早就该了却了。我是唐爷干下的人，唐爷才是爷。兄弟，你放心吧。唐爷，唐爷，王啸天，这批枪是不是李杰买的？枪藏哪儿了？请。请坐。唐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会想办法把啸天救出来。唐爷，警局现在看来是戒备森严呢，如果我们去的话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唐爷，啸天是为我进去的，我就是拼上命，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王啸天，你到底说不说？大哥，两天了，你没吃没喝，喝一点吧。大哥，枪是我搞的，我到警署自首，把啸天换回来。屁话！也轮不到你呀。你要知道，私藏枪支，国法难容。把真相说出来，对你有好处。各位兄弟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咱们这杆子我已经决定把它交给啸天。
我拜托各位扶助啸天，成其大业。兄弟，拜托了。枪的事跟王啸天没关系。这批军火是我买的。唐爷，我谢谢你。前一阵发生的事啊，也都是我一人所为。啊，好。报，把他带走，立案收审。是。1936年8月18日，当地法庭宣判王啸天因非法持枪被判罚1000元，厚保释放。倒卖军火犯唐振海因弃案投明，被判为终生监禁。别难过，我早就说过，干咱们这行的，没有好死的。我信得过你，拜托你两件事。我有个女儿叫素娟，我把她托付给你。她母亲是个德国人，死在海上，德国人的飞机炸了德国人的船。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素娟喜欢听歌，你多给她买点唱片，给我留个后，我就放心了。第二，改行好好做生意，不能再在黑道上混。把咱的家业传下去，我相信你。记住我的话，以后遇事要忍，忍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把他带走。走。大哥。大哥。伤悲，我有多么伤悲。